要提醒天气真的很冷哦，最近寒流来袭，急诊医师就说上班短短一个多小时陆续送来三个脑出血病患，气温骤降，很多病患是因为血压升高不是就医，脑血管疾病呢其实也明显变多。医师再次提醒哦，接下来几天气温持续的下探，脑血管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就医人数可能会增加，如果本身是有高血压的话，那么天冷一定要注意保暖，避免温差造成的不适感，而且要按时服药，早晚规律的监测血压，避免高血压相关的急诊。